Just will say H4. Just those two prayers, 4 and 5. Until awakening, I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Supreme Assembly. By the merit of generosity and other good deeds, may I attain Buddhahoo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beings. Until awakening, okay, sentient beings, limitless as space, have happiness and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May they be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May they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happiness that is free from sorrow. May they rest in equanimity, free from attachment and aversion. Okay, now, first please take a deep breath, inhale, breathe. 深深地吸一口气, 之后把所有的压力呼气, 随着气呼出身体, pure, 然后呢,重新, 升起圣意的菩提心， 为了, 重新升起这种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 那么我们学习的法呢， 是佛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所说的法。 我们互相之间呢， 是有, 都是有连接的。 我们自己的利益呢， 是依靠他人的。 没有他人的支持， 依靠呢， 我们无法快乐的生活的。 就像是菜啊， 你看菜是由他人来种植的生长， 然后菜长大老了， 它就到了菜市场， 我们购买蔬菜。 那 类似的， 我们的成长呢， 都是由他人的帮助， 支持成长的。 所以我们升起利他之心呢， 其实也是利益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的依赖对方的。 在皈依当中呢， 我们是皈依佛法僧， 通过皈依佛法僧， 我们得到一切的利益。 然后， 因为有他人， 我们才可以修持对他人的慈悲心。 我们没有办法对一块石头来修慈悲心，
如果你说我对狮头秀自卑心，人家呢，他人会觉得你是疯狂的。羞耻布施也是依赖他人。羞耻的机会是由他人带起的，羞耻安忍也是因为他人，所以你才有机会来羞耻安忍。所以观察我们之间这种深深的关联，互相的依赖，也因为这种互相的深深的依赖依靠佛说慈悲心，然后教导我们修持菩提心，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我们发愿证悟成佛。所以利益他的第一步是自己成佛。所以观察这种我们说就是实相，众生呢是重要的缘，佛成为佛是因为他修持菩提心才能够证悟佛果的。佛陀明了这一点，佛因为众生而证悟佛果，所以为了回答众生的恩，所以佛宣说佛法。也因此呢，我们也要去修持，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心的，关于心的佛法。心呢是最深奥的，尽管最先进的现代的科学，科学家也无法运用这些科技呢来清除了知心，了知心是很困难的。他们说呢，脑跟这个头颅呢就是心。但是你看呢，其实心是超越我们的脑袋的。这个大脑呢其实是我们的血肉的一部分。我们的心呢永远都有无数的事情在发生的，尽管迷惑的心你去看有多少的事情在发生着运作呢。那大脑呢就像是心的办公室，但是心呢它是意的这个家。大脑是办公室，然后呢非常的繁忙，各种事情在发生，各种交流，所有的事情呢在发生。但当我们的意放轻松了，我们的心也放轻松。说我们说的人工智能AI， 我们说总之呢我们说脑呢像是心的大脑，然后呢心是这个意的家。所以嗔心呢不是从我们的大脑来的，它只是一个繁忙的地方。真正的慈悲心呢是从心来的。当我们有慈悲心，我们的心呢就
变得轻松、安乐。当负面的念头升起，心呢跳得很快，我们的心呢无法放松，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呢，也要放松。有的人觉得修慈悲心让你变成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需要有侵略性。但是呢，我们可能要努力，但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有侵略性的人。我们说这种说法，这些就是心的这个愚痴迷惑。所以这些愚痴迷惑还有周遭的环境。外在的环境，我们说有这个天气的变化，气候的变化。So, 之后呢，你昨天讲到了五位和敬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这种和睦相处带来的祥和吉祥，但现在呢是非常的竞争性非常强的，心也是非常的被染污，那心的染污也污染了环境。天气也在改变了，带来很多的痛苦，气候的转变，外在的这种环境，很多的改变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反应，内心的运动。但是非常少的人会谈论到我们的心，尝试改变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外在，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要去了知心，并不是作为一种宗教或者是信仰来了知。因为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心都是一样的。灵修的人还是无神论的人，高教育、低教育、穷富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都是希望去乐离苦的，都是希望离开痛苦，这是普遍性的。这就像是宇宙的宪法。那么安乐的因基础是一样的，而苦因呢也是大家共享的。比如有嗔心的时候，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穷富，是否教育高低，或者是动物，只要有嗔心，他们就会在压力当中，这是我们共享的。当有爱、有慈悲心，尽管动物它都是感到安乐，这是普遍性的，也是佛说的。佛说的法呢，并不是佛他自己创造的，而是讲的就是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因果因缘，它是一个架构，是一切现象的架构，就是因缘果或者缘起法。有时候我们说这是佛教徒讲的，但其实呢，
佛法是对一切众生说的。那我们需要善巧方便，我们需要有解向大家解析的能力，讲解佛法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闻思思维，那这才会有这种能力的，才能在21世纪能来宣说佛法。好，现在继续早上的教学呢，在仁波切手上的书，仁波切念诵的是《心经》，在这里讲的是般若波罗波切梵母般若波罗蜜多。The mother that calms all suffering. See, there are five of them. 所以说，舍利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母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的咒。所以这是经，佛经不是密续，但是呢也提到了咒。咒呢是梵文，般若波罗蜜多是梵文。Mantra man 是咒语，是两个，一个是 man， 一个 tra。man 就是心，代表的是意识。Tra 呢是保护，就是保护心的，所有心的幻象呢，它是摧毁心的，摧毁心的安乐，摧毁心中的轻松清明，心的深奥的部分呢，它是因为我们心的迷惑愚痴被摧毁的，所有心的烦恼痛苦，它是源自于无明。无明是一切心的烦恼痛苦的源头。应该有听过有84000法门，全部呢都是基于无明。所以无明呢，从无明化现出所有一切的烦恼，他们非常的繁忙，他们是无明的使者，到处的走动，去接受资讯，去收集资讯，然后大家都很迷惑，因为这些资讯产生非常多的迷惑，然后呢，我们就在这种习气当中变得非常的根深蒂固。我们不希望有痛苦。举例呢，在生活当中，一切的人都希望快乐，没有人希望失望痛苦，你也不想生气。痛苦呢，我们不喜欢。像一个生气的人呢，你也会跟他保持距离，自己是也不想生气的。但是当因缘具备的时候呢，嗔心生气呢，你就不能掌控它了。而且嗔心的时候，你也不会觉知到有多么的痛苦。
当你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你才了知道说，哦，前几天多么糟糕，我是这么的生气，我真的不开心。但是当所有的东西一起发生的时候呢，你却控制不了。因此佛呢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苦，什么是苦因。所以佛法呢是对于心说的，是多么的宝贵啊，珍贵。有的人觉得念咒是一种灵性的修持，或者慈悲心是一种灵性的修持，但其实这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这里提到的咒语呢，就是新的庇佑，也就是保护心的，像让我们的心呢保护，从无常呢得到保护。当我们看所有的事情认为是固体的、真实的、恒常的，那这是因为一开始无明是强的，所以我们执着于这些。从执着呢，贪执嗔心就变强了。从这种状态，你去看一切是无常的，看到它是无常。我们看到一切是，比如说看到一切都是变化的、无常的，然后开始呢，心会变得稍微的轻松一点点，没有这么紧了。就你看开始有一点点的改变，然后昨天有讲到的一个他的儿子失去儿子的母亲，他看到他觉得其他人都是很快乐的，只有他在受苦。那我们有时也是会这样，我们可能在房间当中觉得啊，我在受苦，只有我在受苦，他人都很快乐，你就很痛苦了。但是你如果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他有自己的限制，都有他的痛苦，然后你的心就比较能够接受啊，我并不是唯一在受苦的，很多的人也在受苦。这也是给予我们打开心，有了机会啊，给予了机会。他人也在受苦，也是给予我们机会呢，升起慈悲心。当我们了知他人，就有机会产生这个慈悲心的修持。然后呢，你也可能会观察到，我有机会来学习佛法，但是很多人没有。也因为他们没有了知佛法，他更容易的犯错。所以这一切呢，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心的。那首先一开始我们要皈依佛法僧，皈依佛法僧是宝贵的。皈依呢引导我们接近正悟。
有时候我们说，我皈依修完了，修好了，可能礼拜了十万次，你会说我皈依修好了，结束了。但是其实呢，是没有结束的。直至成佛之前呢，都要在修持皈依。不管是哪一位本尊，最高的本尊法，在金刚乘呢有四部的密续的分类，四部、行部、瑜伽跟无上瑜伽。我们说无上瑜伽不修的是无上的密法，但是都是从念诵皈依开始。为什么呢？这是佛说的，然后所以所有伟大的上师呢都是遵循佛的法来修持，所以呢都是皈依佛法僧，直至证的菩提之前都皈依的。那在 Uttara 的密续，你们有学习过吗？弥勒菩萨呢，他说Ultimate refuge of the sentient being. 圣意的究竟的皈依呢是佛。Buddha is the Buddha. And the Buddha is the perfection of the Dharma. That's called Dharmakaya. 佛呢是法圆满的修持，所以呢佛也称为是法身。因为佛就是法的总集，佛呢就是法的代表，同时也是无上的僧宝。那么在道上修持，最后菩萨呢会变成是佛，所以这是佛法僧，我们向他们皈依。所以首先是我们要皈依的，看到世间的痛苦，然后从轮回当中发出出离心，带着出离心来皈依三宝。之后呢是听闻佛法，在法道上修持，直到最后呢证悟成佛。所以皈依本身就是道，菩提心也是法，世俗菩提心是法，是说圣意菩提心也是法。So that these a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protection of the mind. 所以佛的法呢，就是保护我们的心的，庇护我们的心的。所以呢，这里称它为是般若波罗蜜多。
佛陀的教的法呢，是一种圆满的智慧保护我们的心的。所以这里讲到的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密咒者，大的意思是超越轮回。所以离开轮回，我们要超越轮回呢，首先要听闻佛法，但是最终呢是要靠这种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多，它也是我们说内在智慧的母亲。所谓内观或者内在的智慧呢，我们说是藏文是 lockdown， 它是一种特殊的智慧。你知道 Shenai lockdown 的意思吗？Shenai 呢是止禅，是禅摩他，安住在这种平静止寂止的禅。当心安住在寂静当中，就是禅摩他止禅，然后心的功德可以展现，可以化现，然后你可以看到现象的本质，可以看到自己的愚痴，然后愚痴这种迷惑愚痴呢也无处可藏，无处可藏，然后消失呢在空性当中。所以说它是大明咒，因为明是因为它了悟看见人无我法无我的智慧，明也是有内观的意思，是无上咒。无上呢也是超越轮回的，它也是包括声闻乘的证悟，菩萨的证悟，佛的证悟，都是超越轮回的。当你证悟佛果，就是完全的超越轮回，心得到了完全的保护，因此称它为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无等等呢，就是佛果，佛果是最高的，没有轮回当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较，甚至在涅槃也是无法比较的。我们说有余的涅槃也不能够比较，声闻乘的不能比较。所以佛果呢，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庇佑，这种。所以我们说心呢非常的深奥，因为心有很多的次第的。最后呢是能除一切苦咒，能够是完全的去除一切的苦与苦因，它是耗尽一切的苦，苦呢无处可，苦是完全不见了，除一切苦的。
寂灭一切的苦。熄灭一切的痛苦的是完全的去除一切苦的智慧，也是一种内观观的智慧。这种智慧保佑我们的心。因此呢，说这是真实无虚的，它并不是妄语。Understand the correct true nature. 它是了知真实实相的，它是无虚，没有任何的欺瞒性。佛呢，永远不会妄语的，因为佛并没有任何的原因来妄语。因为佛呢，已经是脱了一切的痛苦，得到完整的、完全的证悟。那为什么佛要妄语呢？ Not only that, Buddha has compassion. 而且呢，佛还有慈悲，大的慈悲。当你有大的慈悲心，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妄语、去欺骗的。也因为这样，我们皈依佛。今天早上我们提到，佛证悟佛果是因为众生众生呢是本具佛性的，佛性与佛的功德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因为众生的这种不定的烦恼而受苦。所以当佛观察到这些，他是痛心的。他都有跟我一样的本质，但是呢，却受这么多的苦，而且是无尽的苦，非常复杂的苦。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呢？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远离一切的苦？如果一个人皈依佛法僧呢，他是感到非常高兴的。如果一个人修持菩提心，那么佛呢会说，我说呢，尽管你把整个世界供养给他，或者整个宇宙供养给他，请摄受，但是呢，佛陀也不需要。但是如果一个人皈依修发菩提心，佛陀呢是非常的欢喜的。要让佛欢喜呢，就是修持菩提心，这样会让佛陀呢非常的高兴，而且是对佛最好的供养。所以在这种因缘当中，佛怎么会对众生妄语呢？
佛怎么会犯错呢？所以我给予你们这些教学，那么你现在就有责任去学习。所以佛说要依法不依人，四种依靠，你知道吗？首先呢是依法，我教导你们，你就必须要修持，你要依靠法。然后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或者是依圣义地不依世俗地。然后呢是依靠的是智慧，不是心识。依靠的是它的意义，而不是文字。四种的依靠，这四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了解，要确定你了解，依靠这种方法来修行。如果这样的修持，你可以向他人分享佛法，然后佛法呢可以长留世间多年，可以帮助到社会跟很多的人。这些法给予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复杂的，心不是单一的。When one knows one thing, knows everything. Mira never said, "When I know one, I know everything." 证悟的上师呢，当他是知一，是知全部的。像这些大菩萨，密日巴尊者说，了知一，他就了知一切。但是对我们呢，并不是这么容易。我们还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助缘的，我们要禅修等等。所以佛法是给予所有的人，不只给比丘、比丘尼，而是所有人。所以呢，是示众的弟子的比丘、比丘尼，他们是出家众，还有包括在家众的。在家的男众跟女众，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佛法的责任是在于出家众，但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责任，修持听闻，修持佛法，来带着这个责任来听闻修持佛法。所以真实无虚，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 Om。两个嘎嘚嘎嘚，要巴拉嘎嘚，巴拉桑嘎嘚，四。这里包含了有五道的修辞。有这个前行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前两天呢，这几天我们在这里。我讲到了无常，一切的法苦等等，
大家都是轮回，这轮回的人都是迷惑而在痛苦当中的，然后苦是无止境的，一个问题接着另外一个问题，你非常努力的去解决痛苦，解决问题，但下一个麻烦痛苦继续来。所以轮回当中呢，没有一天你说我把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好了，我没有任何的痛苦，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所以通过了知这些，我应该做什么呢？也就是你要去学习佛法，然后思维，确定你要明白，也就是四种的前行，人生难得，因果义利，轮回是活，等等，这里讲的都是轮回。然后怎么样处理轮回呢？首先是要皈依。皈依不是只为自己皈依的，而是为了一切的众生的利乐来皈依。所以是直至菩提证得菩提，我皈依，然后通过布施等波罗蜜的修持，为了利益一些众生，我愿成佛。所以直至成佛前，你都皈依，所有的修法都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从这一点开始，那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资粮道第一道，你发现轮回不是一个长久待的地方，所以你改变你的心，我要证悟，所以积累功德，你尝试积累功德，积累智慧，所以称它是资粮道，两种智慧的积累，福德跟智慧资粮的积累。然后有四种的正念，在圣道宝脉呢是清晰的讲解的，身的正念，受的正念，意的正念，法的正念，或者四念住，身念住，意念住，法念住，受念住。但我们一般是非常贪执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的苦都是从身体的贪执产生的。所以为了去治疗这些贪执，需要释放对身体的执着，并不是说我们 不用吃东西，不用穿衣服，你还可以穿衣服吃东西，住在好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有过度的贪执。今天早上我有提过的，看我们执着的这个身体是皮，这是皮肤，皮肤的下面呢是这个肉，神经的网络，这都是骨头。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你有听过这个稻草人吗？他有点像稻草人一样。在农场，这个农夫有这种稻草人的，所以为了吓这些鸟或者大象呢，他会放这个稻草人，从很远，你看到你也不知道，你也以为哦这边有人，他有点会把你吓到的。所以我们就像是稻草人。然后有左手右手，所有的东西组合成为一个东西，但其实不是一个。在实相当中呢，是稻草人。所以保持这种正念，保持这些念住。我想你们应该也是有读过的。These things also described in the Jewel Ornament of Liberation, Chapter 16. 那在圣道宝曼的十六品呢？这个三摩地品有讲到的，不是太繁复，但是可以让我们了知。那在泰国，他们的出家人呢，会数周做这种修持的。他这些修持呢，都是要对治贪执的。我觉得这种修持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贪执是非常的顽固的。所以为了释放这些执着，我们需要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善巧，并不是说它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了知它的本质。随着是这个身的念住，然后受呢是什么呢？受感受，受在哪里呢？我们是在身体的外面、里面，那种好的感觉是在哪里？不好的感受在哪里？你去观察、念住，这个对受保持正念，然后看这个心或者意。那我们的心呢，是这么的微细，而且是无常的改变。一秒钟呢，可能想到一百种的事情，大的、小的。那它是在身体里边吗？在心脏吗？在肚子还是肺吗？还是在外面呢？这一切呢，如同这个海市蜃楼。但是我们是这么的固执，还有对法的念住，一切都是无常的改变。那么通过这一切，我们来修持佛法。当你这样的来
思维，那么平静会在心中升起，这种清安会从心中产生，这种清安安乐呢，是真正的安乐。佛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有自己内在的这种安乐。那如果我们都向外的寻求，希望去特殊的地方，海滩，你会觉得哦，今天海滩好棒啊，我们去那边，享乐吧，去山上吧。我们永远的都期待着从外面寻找快乐。那佛法是教导我们往内的建立我们的安乐的，然后再慢慢慢慢的逐渐修持，有三道啊，提到三道的修持。然后有所谓的舍弃，把所有不善的念头，叫做恶业的念头，我们避免。首先呢，是要停止再积累恶业。停止之后呢，是不允许恶念。第三呢，是让善念升起，之后是修持善。只有这样，通过这样呢，我们会有好好的修持，也是我也称它为是四神足。这是也是在资粮道当中的修持，所以这是第一个 gade。gade 是梵文。是去或者是证悟，从轮回去到涅槃的，是向着证悟前行的。比如你从你所在地要去一个地方，你要有一个起点，你可能要准备你的车，然后要开车，就开始了你的旅途。之后第二个 gade 呢？之后呢是加行道，也就是你在准备。有时候呢，也会说这是所以中文英文有不同的翻译，但是中文呢都叫是加行道，也就是准备你要越过轮回，离开轮回去到涅槃的彼岸。你在禅修，然后你在修学菩提心，无畏的修学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等等的学习心经，明白空性的含义，
还有这种我的空性、法的空性，或者是人无我、法无我、修持六波罗蜜，所有的文师修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修持，又有四种次第。然后你的禅修越来越好，你对空性的了解也加强了，然后之后有这种所谓暖，也就是你的菩提心也更强了，然后看到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首先一开始你是执着这是真的那是真的，但你当你证悟之后呢，哦，这不是真的，它只是虚幻的，像海市蜃楼，像梦境，有的时候你感到一点害怕啊，我以为是真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所以说是咒吧。这是一种忍，也是一种勇气。看到一切呢，像海市蜃楼一般。你并不是直接的了解空性，但是接近了。这是加行道，是出离轮回的加行道。之前你觉得哦，我在吃饭，我快乐，我不快乐，认为这些都是真的。发现哦，原来我不是真的。你开始有点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有时候可能觉得有一点可怕。那么在轮回时间待了很久，非常习惯了。一切呢都像魔法的这样的一种展示，你看这些最后是中文的是 treasure， 是在轮回中最无上的。是顶至第二的 gade， gade gade 就是去两个去。首先第一个证悟，第二种的证悟，在轮回当中的修持，这是属于在轮回当中的修持。这些描述的并不是佛教徒对佛教徒说的，那不是佛教的信仰。这是因和缘，如何处理轮回的因缘。那 有的人说，如果你不是佛教徒能够处理轮回吗？如果你具备一些因缘是可以的，但是佛已经处理轮回教导我们了，所以呢我们要去跟随。那刚才仁波切讲的四种加行为呢，是暖顶忍跟世间第一法四种的次第。那有一位印度的大师，是佛涅槃之后没有太久，他是
当时的人呢、啊，是佛陀涅槃之后不久的人。又写了一段文字。总之呢，他对于佛法以及印度教的传承做一些对比。然后他认识不同的老师，然后他说我皈依佛，因为佛陀是他是圆美的，因为佛陀呢去除一切的过患，拥有一切的圆满，一切的功德，所以我皈依佛。那尽管他这样说，但要另外一个人说到，尽管这样，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皈依佛呢？他的回答呢是，这是另外一个人问他的。他说他为什么轮回的人不皈依佛呢？因为他喜欢他们的过患。轮回的人喜欢轮回的过患。所以这些假的资讯呢，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他们喜欢。而且享受这些错误的，所以颠倒错误的，他们觉得是美妙的，所以呢，不皈依佛。我们不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佛法呢是尊重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要跟随佛法。之后呢，嘎拉嘎德就是就是，然后是巴拉嘎德，是超越的，超越轮回。这是你有特别的内观，直接看见空性。之前，像是我们点火，但是火不够，但是现在火呢烧起来了。巴拉嘎德，巴拉代表是超越，超越。超越轮回，超越轮回的本质。然后有七支的这个证悟，有大乐，有正念、三摩地、精进。所以当你证悟第一地，第一地呢就是第三道的见道，然后菩萨呢他是积累了一切的大的善根，有特殊的内观，从修持利益一切众生而积累的这种善根，他对于
正午呢是有欢喜的。鸟第二种呢，乐呢，它有更多的利益众生的这种智慧，所以第一地称为是法喜地。That what you have seen in the first booming, in the third. 所以这是第三道见到的第一地。你见到空性，但是还没有圆满，所以要继续的按次第的禅修。所以称为 Gade Gade Bala Gade， 然后所以要继续的前进，去更接近涅槃的地方。所以第一地呢，大乘的第一地呢是 Bala Gade， 是第三道。从第二地呢到第十地呢，总共有九地，是属于这个禅修的地。所谓禅修就是习惯，它需要时间的，去净除习气需要时间，所以不要觉得太容易。那如果你可以轻松，这是好的。但是像我这些习气这么的根深蒂固的，不是这么容易去去除的，需要时间。有的时候可能开玩笑说要打我们的头，好像头要不断的打自己的头这样的比喻，要按次第的不断的去慢慢修，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有的人说我放弃了。如果你放弃，有其他的方法吗？没有，别无他选。有的时候你在修持礼拜，禅修，特别在闭关的时候，你可能做十万次的大礼拜。你可能会问，我可以做一万吗？你尝试在讲价。你可能问我做一万可以吗？然后上司说可以可以。然后我们的功德就减少了。然后法就变得越来的越弱了。所以从菩萨的二地到十地呢，就是让我们更习惯于在第一地证得的这种证悟，让我们习惯。首先是也就是禅定跟止跟观的这种禅修。对，安住心在这种本然的状态，禅修清净心。我们提到了心是非常的深奥的，所以要很多的步骤，慢慢的去去除所有的这些障碍，有点像那个剥洋葱，大的洋葱，你去剥洋葱。
然后到最后是什么呢？没有得到什么，过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需要进出，也没有得到什么。你 只需要这种看见这种本然状态的智慧，从二地到十地，就是巴拉桑嘎的。要第五呢，是当你达到十地的时候，就证悟佛果，就是波地，就是菩提，圆满的证悟，完整的、完全的佛果。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去说，其实包含很多的含义的。是，所以 gade 就是去，就是证悟再证悟，要超越，去得更远，最后到达你的终点佛果，也就是菩提。所以这里是用坐来表示的，从 Om 开始，然后 Soha 是结束， Soha 是愿我如此证悟。所有的咒都是从 Om 开始的，像 Om Mani Padme Hum、 Om Dalet Dalet Dwe Soha 都是从 Om 开始， Om Ahom 也是 Om， 也是身与意的结合。所以接着经文说呢，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之前这一切都是观音菩萨回答舍利子的。当时他说呢，舍利子以及所有的大菩萨众都应该这样的来修持般若波罗蜜多，来证悟佛果。就像是我们提到的去学校，先去小学，走是中学、高中、学院、大学，是一步一步的。所以这是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需要我们时间去钻研，特别是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说空性是往外看的空性，但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心的，是为了要去展露、展现我们的心里边的潜藏的能力的。所以经文继续说，儿时世尊，从彼定起，从禅定中起，出定了，佛陀出定了。其实佛呢，并没有所谓的入定、出定的，因为佛一直都在禅定当中。所以在佛陀在禅定当中呢，他也可以说法，他在禅定中就能说法。所以入定出定呢，没有分别的，佛陀是无二的。
在西藏的慈贡的寺院，有一个很出名的禅修者，他的名字是那这个禅修者呢，从1981年，81、82年呢，进入寺庙，然后他听闻，然后去闭关。现在多少年呢？30吗？40年吗？41年。这么多的年，完全的投入，他从马扎仁波切那得到所有的教学口诀，还有坦吉尼玛，也是两位的大上师。我们传承的上师，我还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看到他的照片，听到他很多的事迹。他在闭关当中，在他闭关的房间，他是一个人，他没有使者的。他可能生火，两三天会生一次火，他是吃这个糌粑的，然后他也是穿这个法衣日夜的禅修。但有人想见他，不管他们要求的，他会给简短的、非常短的开示，给予口传。比如，一个仁波切呢，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某些咒的口传，比如是阿弥长寿佛的心咒，Jana Sambara was the almost some sucker, but I should have done Matica and someone got a saw bomb, but you saw her. Without any looking here and there. 没有看这边看那边，而是在禅定当中呢来念的。仅仅这样。刚才呢是若人请求金刚萨埵的口传，他就这样念。所以永远都在一种禅定的状态的，他不说其他的话。现在呢非常的出名，在他的地区呢是非常的出名的。那上一次猴年的庆祝你们记得吗？2016年，大概是那个时候吧。
那个时候，法王去，听说是有7万人聚集在那边。然后法王给予破瓦的灌顶，然后他给予了大手印五知道的口传。所以他是再生的，还活着。很高的证物，所以那边的人呢是聚集在一起要见他的。每天很多人来，但政府说够了够了，不要太多人。每天看一个人，这个太多人了，他也需要休息啊。每周要有一两天要休息的，因为他非常的著名。这也就是分享大家资讯。我们还有很好的上师啊。与这也是有关的。所以他也就是日夜的禅修。所以儿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好啊！善哉，善哉啊！那说那说就善哉，善哉。也就是非常的好。”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你说的就如同是我说的，如如所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佛，这是佛经呢？因为首先，佛陀是给予加持。通过佛的威力而加持说法，最后也佛说善哉，如如所说。说如是，也就是善男子，如是如是，那确实是这样。佛陀在重复。他要让大家确定，要这样的修持，就如同是佛所说的，所以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就如同佛如观音菩萨所说的这样修持，而且是一切如来亦当随喜。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而是三世的一切诸佛，三世一切诸佛都会随喜。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不是佛说的，这是观音菩萨说的，怎么说是佛经呢？但是佛说这句话，就让一切的疑惑呢清楚了。所以经文说时婆伽梵说是语已，具受舍利子，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为要的这些菩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还有钱达婆等呢，都是皆大欢喜。闻佛所说，信受奉行，就像佛说的，佛呢随喜，而且当时的
一切的与会大众也是随喜的、信受的。人非人都了知。这是《心经》简短的开始。我们接近正悟一点了吗？Excuse me, a little closer, isn't it? 有接近一点点，对吧？ Yeah.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assumption. Rely on those teachings. 所以最重要的呢，是要依法。那依法不依人，是佛陀的教法。Our Buddha nature is not created by Buddha.我们的佛性呢，不是佛创造的，是我们拥有。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啊，并没有谁比较优胜。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你带着这种确信听闻佛法，然后随喜。关于六波罗蜜呢，也是所以在修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助缘，像闭关者，像 Lutan Sirap 他去闭关多年。首先他要有这个暇满的人生，然后要遇到伟大的上师，具德的上师，也是成就的行者，从他得到教法，然后他去闭关，他也得到像食物这些助缘。他也不是做布施的修持，在他一生当中，修持这种布施的，首先他有足够的助缘可以去闭关，然后是布施，然后也修持持戒。因为他有厦门的人生，他修持安忍，因为他遇到殊胜的上师，他享受佛法，完全的投入，不像我跟其他人，他是持续的闭关，因为呢，他也是在修忍辱或者是安忍，也或者是精进，他也有很好的禅定，所以证的大手印。所以三摩地呢，你可以明白啊，其实是一种定，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他都有禅修的，这是一种寂止禅，是基础平静。我们说其他的宗教也很像，是的，这是没问题。但是呢，内观，这是特别的，这是不共的。如何的处理轮回，这是不共的。他得到特殊的智慧呢，是因为六波罗蜜的圆满修持。那我们修法也要所有的助缘，才能修持六波罗蜜的。那在正悟的路上也需要修持六波罗蜜。所以我们彼此呢，是
对彼此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受到鼓舞，来像他这样来修持佛法，听闻修持佛法，特别是菩提心。此间众圣勇尊者呢，在供给当中，提到呢，庇佑之轮呢，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我们的库轮，佛陀是菩提心的种基或者是化现。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佛陀圆满了菩提心的修持，证悟佛果，并不是做一个和善的人而已。而是呢，全部的都转化成正悟。像一条去高速，去正悟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所以慈心悲心菩提心我们要重视的，所以这一些在圣道宝曼呢甘博班大师呢有提到的，他也非常重视慈心与悲心。慈悲心，然后菩提心有十种的课题，十二种的，十二种的分类或者方法来修持菩提心。那圣道宝曼呢是第一部藏人所写的著作，佛法的著作。也因为他讲的非常的精简，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学习。所以通过五道十地的修持呢，他都有讲解的，包括佛的这个事业。So now how we are doing? We are doing okay? 那各位感觉怎么样？还好吗？ Okay, wonderful. So Lama teaching. This is now just brief introduction. 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过去这几天呢，我们在讲这些，我也用我有限的认知来向大家来分享。Any questions? If you have, we have about 20 minutes.那剩下二十分钟，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Thus I have heard once the Bhagavan was residing on Vulture Peak Mountain in Rajgir together with a great assembly of fully ordained monks and a great assembly of Bodhisattvas. At that time, Bhagavan entered the Samadhi of.Enumeration of phenomena called the perception of the profound. At that time, Noble Avalokiteshvara, the Bodhisattva, Mahasattva, Sattva, while practicing the profound Panchaparamita, saw the following, he saw the
abscanda to be empty of my natural source like that. This estimation, please. 严伯切看他在念诵心经。He said, emptiness is no other than form. I think we should say, form is no other than emptiness. And emptiness is no other than form. Emptiness is no other than form. 所以仁波切呢是讲他的英文的文本呢是先说空不异色。要色不异空，所以仁波切说应该首先是色不异空，然后空不异色。他是讲的英文的这个翻译的次序。I have a question relating to the bypass and the bhumis. Yes. In relation to the Prajnaparamita mantra. Yes. Do the four yogas of Mahamudra and in turn the four empowerments relate to that at all? Well, you can relate to four. 他问的是大手印的四瑜伽跟五道十地的关联。Yeah, definitely. 仁波切是说可以包含在里边的。I have general question about ignorance. So, ignorance. 关于无名的问题。Author and he wrote that people don't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and the more they are ignorant, they more think that they know everything. That's right. So, if you're not enlightened, 所以无名的人因为无知，他认为他了知一切了。Like this, so there is so many Dharma teachings about like.Variety of methods and on one hand, 有很多的佛法教授。Everything has the same essence, and 那我们觉得一切法都是有同样的本质，所以修一法就好了。但是同时又遇到不同的教学，各种各样的修法。Assuming that we are very ignorant at the same time, so how to?所以我也觉得我们也是无名的，但是应该怎么样的来正确的修行呢？怎么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修行呢？首先有很多书有很多著作。有些书呢是依据心理学写的，它是混合了佛教跟现代的这种心理学写的，为了让大家有趣，所以呢我不太确定。So, what I like is, you see, 那我喜欢的是呢像圣道宝曼，我们喜欢这样的著作。你要明白重点。有的人说圣道宝曼有数很多的点。他觉得很枯燥。那我感觉他们是失去这个焦点，焦点。那现代的交流呢，是让这个内容变得非常的有趣，是为了我们这一世的快乐。但是呢，我们要的是怎么样得到这个超越时间的快乐？怎么样佛法进入我们的生命呢？去满足我们的我们的心中的快乐是不能够通过科技来满足的。
佛法呢是非常的严谨的，教导我们如何处理轮回。What people are not using Dharma. 我知道很多人用佛法。You use all these things, what you even see the samsara you have, you know, but now you are not sorry. 像轮回的东西都运用与佛法结合，像是你不开心，说我怎么样变得快乐，所以你看这个学佛，然后看怎么样让你此生变得更快乐，但是不是为了处理轮回，所以我们要觉知，有这种觉知。In such kind of way, let's say like Jewel Ornament of Liberation book, you read that. 所以，我们应该去阅读《圣道宝曼》这样的书。每一品呢，都有这个列宝多少种？有两种的关心，有一些有重点。有的是帮助我们实修的。你要知道这些点呢，它是资讯，我们需要的资讯，可以拿来实修的。在圣道宝曼菩提心的修持，证悟之因，或者是修持菩提心之因，跟布巴会提到有四点。当你看到菩提心的利益，You inspire. It become one cause to cultivate bodhicitta. 当你阅读到菩提心的利益，受到鼓舞，它也成为我们正悟的因之一。当我们看到轮回的苦，能够帮助他们处理的是菩提心。菩提心呢，升起菩提心来帮助他们处理苦。所以佛陀是怎么样证悟的呢？他是通过修持菩提心。所以我们也要修持菩提心。有些伟大的上师也会鼓励你修持菩提心。你必须修持菩提心。这四种不同的四点呢，都在圣道宝曼有提到的菩提心的因都有教导的。所以你读着书呢才知道的。它呢是归类，然后用这种分类来向我们讲解的。它也不是这么长，都是要点，它是一句两句的，非常的精简的，言简意赅的。所以你对佛法有兴趣，那你要明白佛法。你这一生要享受，来修佛，然后不要处理轮回。如果你觉得说我要佛法让我的生命快乐，这是一种错误的使用佛法。佛法呢是设计来帮助我们处理轮回的。
There is a question from Zoom from a Russian student. He asked, what visualization should we maintain during Praja Paramita mantra recitation? 这是持咒的关于持咒修持的问题。那在持咒的观想，你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像是其实是按个人的，你是怎么样的遇到佛法，像是一切都是无常，禅修，比如是。卡拉卡德巴拉卡德巴拉森卡德菩提梭哈，这样来加强你对无常的了悟认知。你也可以修持菩提心，把菩提心放到心间，愿一切众生离苦证得佛果。之后呢，卡拉卡德巴拉卡德巴拉森卡德菩提梭哈。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一切都是一种化现。新的投影，业力的投影，增强你的认知，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念咒。如果你能够了解禅修大手印，你也可以这样子修。那么念咒的时候也可以在这种禅定的状态，无二的状态来念咒。Any more questions here? 还有更多的问题吗？This might be a silly question, but do you know why the Buddha had Avalokiteshvara say the sutra? Why didn't the Buddha say the sutra himself? 这问题呢是为什么佛不亲自说，而让观音菩萨说呢？在佛经当中呢，有很多的分类。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佛呢是没有限制的，它是无限的，完全的自由的。人不在念诵，这一句藏文是共济当中的有一句金刚句。所有可能存在的现象呢，都是佛陀的事业的展示化现。No questions now. 那现在不再有问题了，这也很好。那还剩下五分钟，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做回向。首先，这一次来到这里，我很高兴。
First of all, dedication, you stay from here, okay? Mm-hmm. From this translate. But before that, 在回向之前呢，再回向是。但是回向之前呢，我想说几句话。这几天呢，来到这里，我来到西雅图，遇到各位，我也非常的高兴，也跟各位分享佛法。Buddha is, you can see, as I mentioned, you know. 那我们提到的佛呢，佛法呢，是无价的。Especially in this modern time. 特别在现代的社会啊，二十一世纪是更无价的。如果你能够明了。然后分享，它是多么的宝贵，不需要有任何的修改，佛法不需要任何的修改。佛时代所有的痛苦，去去除，如何去除苦与苦因呢？是佛证悟的。所以他讲的法呢，是根据实相所给予，为了当时的人跟未来的人去除苦而说的法。到了现在呢，也没有任何需要修改，还是这么的新鲜。我们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很难了解佛法，有时候我们。长大的这个文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迷惑，是在一种迷惑的心当中长大的，所以很难了解。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种好的认知，去回向去思维，像地水火风不管你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会发现火是热的，那没有冷的火。风呢，风都是一样的，是在轻的，地是坚固的，水的性质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中的无明、贪执、嗔心也是如是啊。My uncle and your uncle, we cannot say my uncle is better than yours. 我不能够说我的嗔心比你的嗔心好，那不能够这样说，它都是苦因，每个人都有的。这种无信仰的人也是一样的，嗔心就是嗔心，迷惑就是迷惑。所以佛陀呢，是为了一切众生来说法的。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然后呢，多多注意佛法。所以能够为了佛法说一些，我也很高兴。我也不是解析的这么好，我也是有限的。我也看到我的限制，我也想如佛一般
Abulama passed. No? 然后阿宝喇嘛呢？九月的时候他见我，然后他叫我来，重心，请我们来重心。燕芬也是与跟我沟通，也因为这些因缘呢，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所以很高兴你们对佛法有兴趣。请你们增加你们的让你的心增长，让心呢是在要在这个修持的道路上啊，不要脱离这个修持的轨道。有时候心呢是这个心是很顽皮的。可能我要想做我要享受，但是呢它是会带来更多痛苦的。心是很顽皮的，但不管怎么样呢都要前进，不要脱离修持的法道。那感谢各位，然后呢我们念诵提请文。By this merit, may I attain omniscience. Having defeated the enemies, my wrongdoings, may I liberate all beings who are tossed in the ocean of samsara by the waves of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Whatever virtue. 愿以此福正遍知佛国，而能胜福诸过之敌众，众生悉自。生老病死之汹涌波涛，三游海解脱，清净一切众生之善业，正作欲作化事以作业，却如彼等贤善诸境地，祈愿悉皆恒常永贤善，自他三时积累诸善业，遍广如松一切有情众，衔接去入无上大乘教，祈愿普证金刚持名地，法界菩提心之坛城中，吾等一切有情众，三时所积集体证，六道有情尽无余，祈愿速证五身圆满佛，珍贵吉祥根本上师尊，祈请助我心间莲座上，复以广大恩德摄受我，赐予身与意之诸悉地，祈请上师圣公永康泰，祈请上师圣寿寿无疆，祈请佛行事业广增严，愿得无离上师其加持，利乐源泉唯一处，圣教恒常久安住，执持教法诸圣众，圣寿宝藏永其坚固，击大法鼓，声雷震，愿度轮回苦众生，无量千万具体劫，祈愿开眼法常住，以持广大福德力，施主及其眷属众，曾办此生所遇事，悉子障难悉吉祥。祈愿所施如法成，文殊势力勇猛自普贤慧行亦复人，我今回向诸善根，一切善根我回向，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
佛陀三身正悟自加持，法性不变真实自加持，生且不退和合自加持，令如是回向愿得成，以及以我及轮涅一切众生三时所及之功德根本，愿我及一切众生速证圆满无上菩提宝，金刚总持帝洛那路巴玛巴密拉法王甘波巴帕莫竹巴加瓦茨贡巴噶举上师尊重愿吉祥。Afflictions of attachment, hatred, ignorance, pride, and jealousy not arise in my mind. 尊贵大德自尊根本上师及传承吉祥大德上师众及诸本尊天众，住于十方诸佛菩萨菩提萨埵众，一切荣覆空行瑜伽母及空行大众，皆请垂念我。愿藏我等能以此般广大善根所生威力，以身语意饶益一切有情，愿我心中毕竟不生贪欲、烦恼以及嗔恚、愚痴、我慢、嫉妒之想，愿于刹那亦不生起希求今生名誉、名声、美誉、成事等想，愿慈悲与菩提之心滋润我心绪，成为遍满虚空作极豪摄受之善施时，乃于此生即能证得大手印之殊胜西地，唯愿一朝临命终时，乃能得免劫之之心处去苦。愿我不逢种种恶事，愿我死时不见邪见，愿我不逢死时非不逢非时横事，愿于死亡怀卓越心，怀欢喜心，卓越心意愿时时心性极明，赋予法性极其清明，无论临终化中印记，愿皆能证大手印之最胜西地，雪山周围环抱国土中无余饶益安乐之源泉，观圣观自在西教浩海尊，愿您莲烛恒住自百劫，掌持禅阳三宝总集之释迦师子教法主宰者，以普贤以普贤行立众圣事业，任成其愿，尊师莲烛故，尊者执持三宝之本怀，执供圣教发行力无伦，开显正法良印圣安慰，其诸有情愿尊莲烛故，圣境之处阿雅提婆名郭康地区印花嘎种姓，世间库主心子确丁巴具得嘎谦长寿住百劫，自来众生自清溪嘉顶十七朔雁帝洛那洛尊玛密宁波玛密达波吉天颂功等，唯愿历代祖师赐吉祥，仅于心间意念比鸿明，即蒙接引出五非十道，能赐恒常不变受胜者，世尊护主光佛赐善妙律仪学处清净行调柔善发心成所化妙德尊，保任 无执大印本出面了义教法续日莲烛故，所知普明便至法之王，缘起处中自在之功巴，人千巴教法便轮回记，愿由讲修持守宣行之千手千眼转轮之圣王，千眼千尊贤杰之佛陀，具足悲心遍满如虚空观音菩萨尊前我提请。
chief of an ocean of mandalas, great secret of the 100 Buddha families, most magnificent of the various appearances, dispeller of the six realms hardships, this Kagyu Lama, embodiment of all Buddha families, bestows all goodness. Most resplendent of wealth holders of the sages' full liberation teaching, most magnificent of world holders of the fully pure attainment lineage, most supreme of essence holding elements that dispel the multitude of hardships, I supplicate this great all-knowing guide to the path. He differentiates into provisional and definitive the transcendent practice of complete study, realizes as the two truths the transcendent practice of unmixed contemplation, and actualizes the transcendent practice of unmistaken meditation. May this maintainer of the sages' tradition have a long life. Of all scripture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sutric and tantric teachings of the conqueror, diligent with pure discipline, in the sutric and tantric teachings of the conqueror, excellent supreme mindset, in the sutric and tantra teachings of the conqueror, may this clarifier of the jewel, the conqueror's teachings, have a long life. He roars the thunder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Gonchik, flashes the thousand lightning bolts of the ignorance-suppressing Gonchik, showers the sweet rain of the undeclined Gonchik. May this expert bearer of the Gonchik standard have a long life. Comprehensive Dakpo attainment lineage, preserver of the supreme path, unmistaken in all aspects of the meaning lineage, propagator to those of Mahayana family, the profound dharmas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May this great being who upholds the Kagyu teachings have a long life. Of the three jewels, three roots, and the dharma guardians, changeless sphere, truth of all that is good and beneficial in the three times, full purity of the three faiths, may the indestructible three secrets, Jetsun Lama, blaze always with magnificence, goodness, and virtue. Thousand arms are the thousand wheel-turning kings. Your thousand eyes are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this fortunate eon. Like space, I supplicate to the Bodhisattva Chenrezig. Thank you, Rinpoche, gave us such profound teaching. Everybody love your teaching, and we request you come back. 感谢仁波切的教法，大家都非常欢喜你的教法，也谢谢仁波切，一次再一次的回来这里。
仁波切的教学呢也是有分享到YouTube 跟脸书，那也祈愿仁波切长寿健康。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Also, I'd like to thank all the volunteers. 同时感谢所有的义工，所有的翻译。Vietnamese, Russia, Chinese. So, with all the translation. 越南语中文的翻译。Completely.还有其他语言的翻译。So also thanks of all of the you come to teaching. 感谢所有参加仁波切教学的各位法友，还有Jeffrey 来安排直播的事宜。Wonderful job. If with all of you, we cannot make successful for the teaching. So, 那因为各位呢才能够圆满这次教学，所以大家请请求仁波切再次的回来。